果冻，果冻。下这么大雨，你怎么来找我了呢？那你男朋友啊？不是我同事，你我有没有男朋友你不知道？没事，我想跟你串点钱，我想租个房子。嗯，租房子？对。你在我这住呗。别提了，昨天晚上给你闺蜜吓够呛。我闺蜜她去了之前没告诉我，然后她有钥匙，所以她就去了。可是当时她可以回家吗？挺尴尬的，而且我也总不能老让你在那你父母家住吧。我没有事儿。对对，你这样行。那你要想租房子的话，你大概用多少钱？嗯，2000就够。完，我最近找找工作。我去拿包啊，等我一会儿吧。你过来点啊，这个没有头。2000。你这上班还带现金？我就这么多现金。3000，你先都拿着吧。我用不了这么多，用不了。你不是你租房子，你还得吃饭吧，还要生活呀，你不能只租个房子吧？行，反正你找到工作了，等你赚了钱再还我呗。嗯，好，我工作赚钱了之后，我请你吃大餐。你就像风在树。